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巴德的二级路障无限生命啊。今天教大家如何考无限生命这四个全新的 bug 啊。而且更牛逼的是，你无需开任何一枪啊，你就可以击杀敌人，给敌人上流血，这个还是非常牛逼的啊。待会我会放更多的这种镜头给大家看。好的，那么呢，重点来了啊，巴德要带两张卡牌，一个是精准修复，还有个是血性支援啊。这两个卡牌要求你精准攻击就可以修复防御攻势，还要给敌人上流血。而且非常神奇的就是，你无需射击，只需要拿出安帕狙击枪，而且队友有在输出，无论什么形式的输出都可以。那么呢，你的防御攻势持续都是满血的啊，持续不掉血。而且最牛逼的是，敌人碰到你的二级路障还会持续流血，可能呢队友的精准攻击呢也算在你头上啊。这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。我最近用巴德玩了很多局大师啊，全程都不用维修防御攻势的持续满血。而且当你的二级路障摆满整个地图的时候，整个地图啊所有的怪都在流血啊，全屏幕跳了个伤害数字，还是非常的好玩的啊。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啊！喜欢的话，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